我那时候就听到这一架的风线声跑去买，结果就他给我背这一台，飞虎飞滑翔机必备。这个在飞这个时候，我会经常闪。好，飞机三颗都要这样。对，三颗都是双面胶。对了，没比赛了。啊，他不正。这个，那只要因为挡到不正，热它这样，不正了、啊，再一次。那我绕到这边。等一下，我看看，这边比较正。这个高速还是比较正。这简单了。好了吗？好。第一层，降的好一点，再爬上来。一个礼拜两次就够了。有拍到，哎、欸，有拍到。好了，拍一次就好了吧？还要再一次吗？好啊。好惨哦，现在交不再一次啊。哎，再一次比较正的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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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这一次做飞机特写，然后你去做画面切换，好不好？嗯，我再做一次，然后你拍飞机从下面冲下来的样子，好，上来的样子，这两个镜头都一样啊。那你来这边，这边你要看得到。加油拍哦！嗯，加油。
点一点。弹过去一点点，稍微。因为我觉得那边视野好。好吧。好吧。看到鲨鱼在上面。